怎么放啊？我的笔成小哇，折腰哎、欸！哇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放！天哪、啊，哎、欸，而且它好轻松哦。不是，它是稳稳的就放好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哇，哎、欸，好像不要动。可以跟我们继续聊天吗？可以就用这个 S 姿势跟我们聊到完吗？也太为难人家了吧。然后我们要聊深刻一点的，不能掉下来，不能掉，不能。他根本不理你了。好的好的，不能掉下来。现在要聊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什么？这样子。当年父母是怎么样离婚呢、啊？奇怪啊，这样我们两个对他的屁股也很奇怪、啊。而且聊的是当年父母亲离异的事。当年他们为什么分开？个性不合，不要讲，为什么？那你很有礼貌哎。过了过了，快拿完了。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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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可以打桌麻将啊。可以哦。没有发生的是让他当场难过不内的事。怎么了？前男友已经分开了，对他这个工作，现在跳舞这个工作，并不谅解。他觉得你个笨笨啊！你一讲到前男友三个字，我在他旁边立刻感觉他讲。真的，大声呼吸耶！就是，我不是在夜店跳舞的时候，是在外面，比如说像 show girl 那种，做电脑展跳舞。当 show girl OK， 当 show girl 就不好。show girl 就展场的那种，小儿子受得了呀？然后他就说，看你跳舞，不知道要为你感到就是开心、骄傲还是羞愧。他这他也很挣扎，是不是？可是不用到羞愧吧？对啊 ，show girl 是一个，就只是跳舞啊，很健康啊。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对他火力示范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不行啊，你跳的狂。他今天有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他知道你来上节目，他 OK？ 他不想让人，其实是有来的。真的假的？在一起大概八九年了。他喜欢穿黄色的，然后18号，他在有戴眼镜，对不对？他本身是棒球选手，18号，哎。啊，是橘色。等一下，那是我老公。他同一个人，他想你。不要让事情更复杂，好吗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你哪会去选阿姐？我想无呢。喂。你看差不多啊。不是，现在你说黄色，我以为是他，你知道吗？Sexy dance 直接来讲，来喽！哎呦，我也真的 sexy。别走开哦，超 sexy 的舞步等等就来喽！城市大象无情揭穿清纯女的假面具。你几公斤？42。好，书包拿下来。有没有看到？一感到行动，马上拍好，拍好。代表什么？他可能撒了谎。3、2、1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宁愿素颜也要谎报警的话，老打的女生真的是不可靠。